全国学猫奖的吗？为什么这么没有印象？我们最近把这两个都看一下，然后那个也有背景预览的、哦，这个也要讲，然后不然这个也讲，但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那个炫光牙，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，你家什么都没有，还叫我去。马格丽塔大路的，哇哦，房东阿姨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来，再跟他拍的，再跟他拍的，我没有抢镜头。来，那是你家挡到了啊。不要动啊！哇，而且你为什么有那个机器人呢、啊？困宝像的样子也太那个了吧！重点是讲摇摇先有机器人，等下说闹机器人了。